你是什么卡数？告你讲话现在，你揣着对象啊！你阿妈三面头前投的人，不是我，是蔡良灭死对头的。你在去找什么才对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突然间，找着你的利用计啦。什么意思？我甲蔡良无缘，我是一定会偷的。不过，我有可能放你线。一世人，上册就是你种小人，当作甲恁爸创业，等代替我上位时，会用呀。我着送你重新投胎，无你甲你还阁有机会。哼哼哼。 是我啊！你是我拍到戆去啊！到底是想要从啥？哼！我出来佚佗的，是要啊，是一个尊重。结果这是你身躯无的物件，身为前辈。 当然好啊，教你，什么叫做？爹猫啦！今日这颗无路的卡数，嘛敢要跟我超病大？你是活了在世来哦？你怕你的命啦、啊？啊那无好，等你的前场人爸来哦，我今日看到会敏感啦。我错了。 你叫我来做创啥？鬼弟哈，早晚拢爱解决恁两个，拄好替你做，先解决，我他做一解处理掉。你免小想啊，蔡良这样讨厌我，伊若是知啊，我叫你掠走，伊嘛只会讲啊是拄好尔，哪有可能来救我？伊是多想人人拢好路，重情重义安尼去。 当然会来。我这嘛是叫恁爸来看伊的，叫嚣袂歹嘛，竟然敢一个人来。啊啊！ 要先甲恁真囝婿拍一下招呼了。这个笨手应该无关系啊啦，你也要讲阿生代志哦，紧讲啦，莫浪费我时间啦。一个精神，敢用红包的秘密来引蔡良来。别，今晚也唔是，互蔡良知影时阵。爸，爸，你即摆一定起痟啊，想要对你爸，你紧走啊！我点伊啦，莫了后白叫啦，叫什么爸？ 你唔是我的囝婿，要不过，要不过，你就是我的丈人吧？爸，你听我讲，
我真正足后悔。可是讲时间若是会当定来，我一定搁听小小燕，保护我的家庭。所以拜托你听我的苦劝，你赶紧走，莫管我。你莫伫遐讲我济啦。阮爸今日毋是为了你，是只神经好，讲有代志要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徛悬山看马相谈是这种感觉。你莫伫废话，有话讲啦，莫遐拖拖嗦嗦啦。卖着急嘛，看起来你真正足想要知影有关阿星的秘密着。错了，较冷静的哦。啊无，你若歪了想，我若一溜手，就把皇冠停车了呀。你免听废话，你若是要加拍一条人命，你就车落去啊，你就无差啦。你这后半世人注定要落我来啊！你这个神经恶搞，也是袂放我煞。我一定啊，先甲蔡荣徛江边，想办法甲火药处理掉才用的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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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你去救我！我也袂看到你的孙出事的。阿伯，你真正忍心看到小燕巴肚内底囡仔一出事都无老爸啊？我点伊啦！准讲小燕囡仔出事啊，嘛无可能叫伊老爸。因为你不告诉我，安尼唔对哦。讲起啊，是你较无资格。毕竟啊，是你心态。你给我掉伊！时间够，我警告你，你今仔若是我晚当的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你真正是白目的，拢已经要死啊，搁敢甲恁爸呛声？你是好阿妹，你要对这个唔正经安怎？我无兴趣。你又搁唔讲？你爸无时间陪你耍，我知阿青某囝下落啦。下倒位。但是你不听我讲，你拄只不是真搞的。你有啥物袂爽？你接住我来就好啊。恁两个表情拢一模一样呢，我嘛则讲阿星某囝的下落，即几个字，哇，拢真激动呢。你敢摕阿小的代志讲算笑？你这垂死啊你！你袂记你真苦啊啦，苦啥拢阮小叶，即嘛是痴迷啊！即个小叶袂晓去算的啦，即个讲阿星的代志，搞成痟的啊！当初你袂想跟人讲生理啊，有淡薄生生来啊，即个神经好啊，点要注意啊！有少林步数，我咧讲啦，你即个啥物讲啊啦？要食敲电话哦，我一死啊，你乖乖我来啦！阿星的后生。就是黄冠廷啦！你唔是，家己去问伊啊！冠廷！冠廷！冠廷来！我叫你起来！